小二，那个太沉了。总管，要住房啊？嗯，几间房？四间。六金，你应该也回去吧，送到这儿就行了，这没有你的房间。你回去吧，我歇一晚上再回去不行吗？五哥，你跟二哥睡一个房间呗。他睡觉太吵，我想好好休息。啊，是啊，我累成这样，我打呼噜。 你们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？四间上房。哎，得嘞。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要回去？哎，你们仔细想一想，他为什么要一个人住一间房呀？啊？更何况他平常带在身上的竹中剑都没拿。 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哦，哎，你这么说就对了。哎，我就说少点什么嘛。哎，他不是说没有办法替白姑娘脱罪吗？谁说他这次回去就是为了这个呀？那，他是要去开封府劫狱啊？其实啊，他早就计划好了。 萧兄，你的剑。萧兄这么晚过来，不会是为了拿剑的吧？我只是来做我该做的事。劫狱的后果很严重，白小姐供认不讳，此事已成定局。萧兄还是请回吧。若非要如此，那就对不住了。 按照大宋律法，萧兄，你这么做会被通缉，这属自己的事。你可以带走白小姐，我也随时可以把你们抓回来。但是你忍心带着白小姐跟她一起四处流浪，居无定所吗？萧兄，你为她考虑过吗？ 嗯。